上方两点收紧啊，这点你看笔尖在这儿，直接下方笔肚按压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空中的动作，那往右往上顶，对吧？立功翻饼，回收，对吧？左右两点可以让它高低大小有点区别，然后收紧，空间收紧，收紧之后这个往左带，然后往下翻，注意它的角度，往右侧倾斜，然后上中下倾，然后衔接在这里横向打开，扛肩上去啊，横细竖粗转折下来，往回收，然后里边的短横，注意两边都不连的，两边都不靠，是不是？短竖在这儿起笔，下边封个口，然后日的左竖画半圆弧，衔接过来，在这儿起笔，不要太长，因为什么？右侧右竖是主笔，加重变粗变长，对吧？左收右放，里边的短横在这儿，下面封口在这儿。好，整个字形上宽下窄的，你看收的，然后打开的，再往里收，